对于经常外出使用平板电脑和手机的用家，往往需要较大电容量的行动电源以备不时之需。 A-Magic 早前推出 Maskin One 行动电源，以 6500mAh 高电容量设计，但外形同样保持纤薄，更设有多种外壳颜色选择，无论男女用家都非常适合。 Maskin One 以纤薄型设计，外壳选用铝和其他金属物料制造，有助加强行动电源的保护。电池尺寸约为124×58×9mm， 无论外形和厚度都同一般手机尺寸相近。行动电源正面只有一条白色坑纹，底下隐藏了四颗 LED 指示灯，用家只要按动旁边的电源开关， LED 灯就会亮起，显示电池的剩余容量。当四颗 LED 全亮，即是代表 100% 全满，剩下一颗 LED 灯，即是代表只是剩下不足 25% 电量，提示用家需要准备为行动电源充电。 Maskin One 提供 6500mAh 电池容量，足够为 iPhone 5 充电约三次或者以上，设有两组 USB 接头，并各自提供 2100mAh 电流输出。针对部分平板电脑连接行动电源之后，会错误辨认成连接电脑的状态，造成无法充电的问题，因此 Maskin One 内的 USB Port One 接脚作出改动，令平板电脑不会出现错误辨认的问题，以配合平板电脑充电。充电输入采用常见的 Micro USB 接口，最高以 1500mAh 电流充电，以保护内部锂电池和提高寿命。除产品附有一组 Micro USB 接线和 Micro USB 转 Apple 30 pins 转头，更设有布袋方便用家外出携带的时候收纳行动电源和充电线。 Maskin One 提供黑、白、粉红、紫和蓝色五种颜色外壳，方便不同用家的喜好选择。